往那菜牛糊上。对，然后就是，然后就是水稻杆。水稻杆怎么？这不是滴水吗？哎，不是滴水，它就是现在过上去的。啊，这是过上人。啊，这个就慢慢松下去。嗯，哦，就慢慢松。哎，对。好。再开完都是灰灰的啊，你现在找，然后的话就是把个电源开完，然后的话就是后装载，好，我们再小起来这一步。这个手动的话，它的手动状态，它的手动状态，这个状态。嗯，两个都是它自动状态是？对，就是它的自动状态。啊、哦。好，然后就启动，电子动。哎，你还得，你得去把那个交通弄倒出来。啥呀？交通，不交通呗。哦。然后，好，就是单子动作完了，完成了。就是。然后的话就是你这个单子循环动作，也是循环动作。哎，循环动作，然后把那个拉杆子过来就好了。完成了以后的话就是手动的，啊，那在全手动，啊，手动的。那么呢，我就是把门张开，就看那个，就是把门张开，然后把门，然后这个把门小心。探头我先给你再演示一下。就在这水都已经顶住了啊。哎，我给你顶好了。啊。给你顶好了。好。那不是能摸完再估计，我顺便引路能拍我三张，拍个视频，你再看操作杆。操作杆的话，就是这个动作完工了，完成了以后。都是这个这样分。这个仪表是我，哎，仪表都没咋那个，啊，仪表还是拧啥？仪表是拧，现在是拧。就是你调的都有动作是？啊，对，它调的动作拧，它动的动作的话，我给你打开你看啊。啊。任何一个动作中，动的动作，我把这个推杆的话，它在进行。好不好？我把它进行。把它进行，把它进行的话，就是手绘动作的话，你把这个四百的一个。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滑板推出去的时候，加个电源要的，再给你试一下。这个东西的话，不需要人了解，啊，不需要人了解啊。这个对的，第一个动作做完了，然后就是现在。这个动作做完了，然后这个把开关开在这个地方。开到这个地方，然后的话，天窗器打开，哎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天窗器在开。对，升起来了。我趴后面。啊，对，你现在趴好的话，你趴。好，我手里动作你在开呀、啊，我。
剩其他的。啊。带胖。起来嘞！这是洗垃圾的时候，洗垃圾的在脚的时候可以洗啊。那我再把这个海碗打开，直接推出去。啊，就是这个就是推。哦，推出去，你再然后再后头这个打开就行了。我把油门调一点，你把那油门踩一点，油门踩高一点，那边，那边油门，来，这个踩快一点。这个不是你轰的，那是油门。哎，我在这儿。那老板是油门吧？啊，这个油门。这个油门我就是这儿的，这个牛不上。啊，我踩高了。压下去，压下去的话，在装载的情况下的话，给你搞一个那个视频，就是把那个推板的话，就是压在正中间，中间的话它的压层，就是说就不用车插的那个正中间了。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注意。这个现在的话就是我把推板把铁路修好了。我先把那个推板正中间搞一搞的。啊，这都拍了，你先把铁路器可以放下来了。哦，你把这个铁路器我放在中间。啊，没事，我已经录视频了，就是说表示这个东西都可以用，这就行了。可以用的话，但是的话，他用不了的，他就是说。我操作的话，我要写说明书给他的。好。我现在的话，肯定就拍不全嘛。好。